的 MC 的主题是在131的握手会上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那小怪兽是2月1号的哦，我错了。我记忆最深的，我说大家不能吃醋，是个女犯，因为一个女犯超级搞笑，她跑一圈，她就喊：“啊、哦，我又来了，我来强身健体，我来强身健体。”不是，她不是喊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对对对，还边跳着舞一打打二打打边击手。后来的时候握手会都成击掌会了，我又来了，超级搞笑那个女犯，并且特别青春活力的。对，我觉得他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还见到了好多，没见过的面孔。对，所以还蛮开心的。对，马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一天，有人愿意带着我的应援毛巾，然后去跟我握手。最感动的是，在外面的时候，还有人愿意一直举着，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感觉表现那么不好，还被你们喜欢着，就觉得很幸福。谢谢。不客气。说到握手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开始我就非常的自嗨，然后一直在嗨，然后中途有些是赵佳敏前辈的饭，然后他就过来说聚集地点，然后就说是的，我对他是真爱，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只要一提到撒窝前辈，我就整个人都嗨爆了。然后由于嗨过头了，有些时候可能对有些饭就是脑子空白了，然后就只说了谢谢，然后辛苦了，然后没有说其他什么很话痨的话，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抱歉。我对每个饭都是一样的喜欢的。Yeah. 然后那我们的黎南呢？握手会那天天气很冷啊，所以那个握到很多的手都是冰冷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么冷的天气，然后跑来参加握手会，就觉得很温暖很感动。然后遇到很多人就是对我说一些比较温暖的话，然后比较贴心那一种，让你很感动。别哭啊，别哭，哎，乖，不哭，抚慰一下情绪。那我们的兔兔呢？哭了的话，它就变成熊猫哦，流下黑色的眼泪。不能哭，流下黑色的眼泪。对，那我们的兔兔，其实我跟林楠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一天天气还蛮冷的，然后很多人一过来就感觉手特别凉。然后就觉得虽然手是凉，但摸就是握在手里觉得特别的暖。而且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来的人很多，也是第一次参加那么多人的握手会，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然后就也很感动。很多人就是看很眼生的人他也能叫得出名字，然后就特别感动。然后希望以后可以握更多的人，然后见到更多的人，这样子。谢谢。Yeah. Suki， 哎，其实我要说的跟兔兔很像，哎，就是那学我哪里，就是握手会那天，就是第一次，见到了很多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之前在剧场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然后他们，就是每次就是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哦，我们 SNH 终于有进步了这样的感觉。因为有祖国各地的，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有很多城市的人都认识我们啦。耶、yeah! yeah! ！夏奈，我的话就是我感觉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明明就是熟面孔嘛，然后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握手会，说我是新饭，这是第一种。对，第二种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很面生，还有一些真的是可能还有不仅是从外地，可能还有从国外来的饭。对，然后就他就是特别赶，说握完还要赶飞机什么的，就真的是特别那个，所以挺感动的。而且其实有些饭就是我以为他至少会握个两圈之类的吧，哎，有些哎一圈就没了，根本就还没说上话嘛。
对，以后要真心。哎，怎么突然？对，就要把就是每次握手会就是当成就是最后一次的心情，把想说的话都说上，就是这样啦。耶！啊，我的话，跟握手会上跟大家说的话，然后大家对我的笑，还有大家的手都非常的印象深刻，每一个人都是。然后就是最非常有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是有一个过来说，他说首演三七首演的时候来看了一次，然后这次演唱会看了三七生大就是 H 队大家那个我的表演的几首歌之后，觉得就是说我们真的进步很多，然后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青春活力，非常棒，然后就非常谢谢，然后这样能这样子对我们说，就是基本上算是一种让我们会记得很深的一种非常鼓励啊之类的那种话。嗯，对，啊，鼓掌。耶，好像语句不通顺的样子。我的话呢，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三七生参加的握手会，其实每个人印象都蛮深的，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有几个饭是过来说，贝西我是推发卡的，然后我握住他，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却感觉很亲切，然后得到的反馈是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其实有种很微妙啊。然后希望以后大家我们在握手会上也可以见到大家，还有好多外地的饭啊，还有我有很多因为工作或者学业来不了没有那天没有到现场的饭，其实不用感到可惜，因为以后大家还会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加，谢谢。耶，如果有说错话的地方，希望以后握手会可以直接点出来，没关系的，谢谢。耶，点出来。然后我的话是，有人告诉我下周公演要加油，我说下周有公演吗？我怎么不记得呀？然后我说哦，他说是你圣诞公演，我说哦，然后自己都快忘记了，然后表演也是比较匆忙的准备的，所以也是有点问题。然后好像我跟夏奈的圣诞季是隔在连着一起的，然后就有人说哇七号要加油，我说虽然是夏奈，但我也会加油的。我也有饭跟我私信说八号我会来看你的圣诞季的，对，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们，虽然记错了，但是来看还是一样的嘛，都可以来看，不管是圣诞季还是普通公演，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谢谢。耶！让我们有请下面的小伙伴们吧。